那除此之外呢，我觉得可能还有女孩子必备的一些口红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散粉，对不对？散粉。那我想问一下你的梳子呢？哦，我的梳子也是我梳子如果不戴帽子的情况下我都会把它藏在身上的，就是比如兜里啊、或者是包里啊，一般。嗯，但是我看你今天好像没有兜啊。今天就不用，因为我今天有妆发对，今天的妆发也很漂亮的，就不需要梳子了啊。对，真的，我就看这个蒙探里面好像出其不意的就拿出了梳子。对，因为我们在录节目身边、其实一天是不能有工作人员嘛，头发就会油、我就会把梳子藏着，就时不时叨两下